啊，他说从触的可意或不可意，当下就能生与受。那缘起里面，这个触受爱取有，就触后面就是受，受之后就是爱，爱取有。那么如果我们讲详细的，就是触受想思爱取有，啊，即是这样。那这里是从这个胎生学，就是那个是是指这个有取是。那有一另外一种说法是从认识论来说，就是触名色，名色是名色六路，是就是根尘世的是，名色就是尘，就是净。那是名色六路，六路就是六根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啊根尘世，是名色六路就变成根尘世，啊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，就这样。就是说，那么如果从老师这里是从所谓的有部的胎生学来讲，这个世是有取世。那另外一种说法不是，另外一种说法是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，是名色六路，然后之后都一样嘛，触受爱取有，触受爱取有。那有就是来生的有啦，啊，就论生啦，啊，那基本上主要是这三个。啊，一种是从胎生学来说，这个是是有取是，是有取是。那如果我们从现实的境界、身心的反应来讲啊，这个就是根尘世，啊，这个就是根。跟你们说，根尘世，啊，这个就是根。六路就六根，这个就是尘，就是净，尘净，六净，啊，心净，这个就是世，啊，六世。六根六尘六识，六根六尘六识啊，就变成根尘识和耳生处触受爱取有，就变成这样。就是有两种来说明这个缘起的，一种是啊方便说明生死三世生死流转三世两重因果啊，就变成有取识，然后这个肉胎肉团心，就名色的解释不一样。那触受爱取有，所以他这里讲，那可意的其喜色肉色，不可意的其苦受忧受，那非可意不可意的就其舍受，就不苦不乐受。那一般《阿含经》啊比较常用的就是苦受乐受啊，在佛在讲母印的时候。这个色肉变的时候，会起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一般讲三受：苦、乐、舍。舍就是不苦不乐。啊，那后来又多两受啊，就是这里讲的喜跟忧，就变成苦乐喜忧舍。啊，那就有所谓的喜乐跟苦忧，忧苦。啊，那另外啊，不苦不乐啊，不喜不忧的就叫做舍。如有智慧而正念现前的，就不起畏着。那畏着就是对于净，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？因为无明起贪爱，贪爱就是对于境界的染着。这个境界也许是自己的身体，也许是别人的，也许是自己的车子、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国家啊，反正种种啊，就是我所啊，叫做我爱我所爱。自体爱、境界爱，啊，那基本上就起染着、畏着，啊，那么不为情感的苦乐所惑乱，啊，否则就危险，啊，那情感就是所谓这里的喜乐、苦忧，啊，那么因为这样就开始造业，啊，你欢喜的你就不断去追求、想占有，你不欢喜的你就想要把它消灭，啊，那就起嗔。因为这样，没有正念正知的，
都是一元，都是一元尺或苦或乐的受位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苦，重点在你有苦受，你有乐受，你就会因为苦跟乐，那么有过度或不当的反应。那佛陀并不是，佛陀跟这些阿罗汉并不是不知道苦跟乐，他知道啊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提婆达多骂佛陀，佛陀不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那么舍利佛赞叹佛陀，佛陀不知道吗？知道啊。外道毁谤佛陀，佛陀不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他不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，因为这样起烦恼。佛陀知道好吃，他不知道这个好吃吗？他知道啊。吃到难吃，他不知道这个难吃吗？他也知道啊。但是好吃跟难吃他知道，苦跟乐他知道，但是他不会因为苦跟乐而起烦恼造恶业，差别在这里啊。但是我们因为苦跟乐，我们就会离苦趋乐，然后就因为这样会起烦恼造恶业。那不好吃，佛陀也知道这个不好吃；好吃，他也知道好吃；好看，他也知道好看；好人，他也知道好人；不好人，这个话是坏话，这个话是好话；这个话是赞叹的话，这个话是批评的话，他也知道。这个是恶意的，这个是善意的，他知道。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起烦恼，他只是如法的了知他，然后想办法去引导他、对治他，这样而已。他不是像我们，只要能够让我离苦，做什么都可以；只要让我获得快乐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他已经比较就是随着这个情感，随着这个他的欲望在做，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并不是说修道都没有反应，没有，怎么会？你看佛陀两个比丘吵架，他劝不听，他也走啊。他也知道哦，这两个讲，叫他们不要吵，他们一定要吵，然后所以头九说，那我自己去外面打坐好了，你们慢慢吵。他也知道，所以他不是不反应，只是没有无明的反应，不起烦恼的反应。那我们一般一下子还做不到，但是当你了解到这种现象的时候，知道所有的苦都是因为业来。所有的业都是因为烦恼的，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对于境界没有好好的、没有好好的调控，让你的心随着境界转啊，转到不知不觉，你起烦恼了都不知道。那所以你现在要有这种警觉性，面对境界的时候，所以才叫你要怎么样？要守护六根啊，就是你要密护一根门啊。这六根在对六尘的时候，要保护好这个心。《教经》不也这么说吗？要保护好这个心，不要让那个心随着这个六根六尘而不断起爱取有、爱取有的这样。就你不去染着了，你染着就是两种，好的跟不好的。那染着的现象就是好的，我就想占为己有，我就要一直保持好的；不好的，我马上就要把它撇开，马上就要把它去绝，不管怎么样，就会有这种现象。那这会造业，就好像听到一个人骂你，我听到这个是不好的，我马上反应嘛，我很生气，我把他骂回去，因为只有把他骂回去，他才不会骂我，他不会骂我，我才不会感受到苦，我才不会一直受苦啊，这个苦受很不好啊，所以为了让我不受苦，我不管他受不受苦。我不管我自己造不造业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畏着。那好的，你就一直去追求。那不但要去追求这样的，那这样的好的，因为你感觉到舒服嘛，感觉到欢喜嘛。那为了让你常常有这种舒服的感觉、欢喜的感觉、快乐的感觉，你就想办法要拥有，不管它是对的不对的。就会有这种情形。好，所以他说没有正念正知，就是依缘此或苦或乐的受位，就是受嘛，触之后就有受啊。那么
触跟受，六路是名色六路触受，这个佛陀跟凡夫都一样，阿罗汉凡夫跟圣者都一样，就是有四名色六路触受，到这里都一样，但是后面就不一样了，有爱跟不爱，就是有畏者跟不畏者就不一样，因为触之后一定有受啊。那佛陀口渴，他也说阿难，我口渴也要喝水。啊，走路走到酸了，阿难休息一下，我腿酸了要休息一下。他也有受啊，怎么没有受？触受。可是重点在爱，所以说无明跟贪爱，就重点在这个爱。你不要把这个爱控制好，那个，因为你怎么知道可以控制这个爱？因为你有智慧吗？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苦因吗？所以你从六根对六尘这个地方控制这个爱取爱，那么爱控制了它就不取嘛，就是你没有控制它，爱加深了它就变取了，就开始执取了，恋着不舍，你这个爱恋着不舍就执取了。那执取比如说好，很简单，我喜欢这个人，那是爱，可是你就如果仅止于爱，不可以有非分之想，那就没有了。可是你那个爱恋着不舍，我要把它占为己有，那又不一样了。那一直想一直想，想到最后付诸行动，那这个就不一样的情况了。那就造业了，那造业就开始就产生，这个业成熟就受果报。未来世你可能就因为你造这个业，你想占为己有，后来伤害了他，那么你后来堕三恶道。就有啦，就有三恶道的有，也许畜生道，啊，也许是恶鬼道，啊，你去抢人家的钱，抢人家的珠宝，你想占为己有，你一直想有钱嘛，想占为己有，把他的钱变成我的，也许用骗的，也许用抢的，也许用偷的，不管，反正你就造业了，那造业，你可能做畜生道，可能做鬼道，或是做人贫穷卑贱很难说，那这个就是爱取有嘛。执取了，那你如果爱的时候控制好，那么不让他造那个业那么重，那个还好一点。但是，一旦你爱，你不知不觉，那么你爱重了，加深了，你就取，那取就可以造业，那就有了。那如果你能够在爱的地方就给他控制好，不爱，那你就不取。不爱怎么会取呢？这件衣服很漂亮，你才会站在那边看很久啊，对不对？这件衣服啊，你都不穿。像我们看见那个洋装，我们是不会看很久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又不能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看了，你就会看很久，一想要买，可是又很贵，那个就是恋着的阶段了。那你恋着什么东西？爱取什么？爱什么东西？会只取什么东西？想占为己有，想常常拥有，想一直拥有。那这个就是爱取。那我们常常在这个阶段就不断造业。所以他在讲的就是这种情况，好，所以他说，那么升起深深的爱着，那对于这个受，对受是有，但是你会不会升起爱着，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智慧。那么爱着自我，爱着境界，所以叫做自体爱、境界爱。那所有的境界都是为了让我自己舒服、欢喜的。比如说我的床。我的食物，所以你现在常常用的就是你喜欢的，比如说音乐，有的人喜欢听古典音乐，有的人喜欢听流行音乐，有的人喜欢听钢琴，有的人喜欢听笛子，不一样。那你常常在用的就是你喜欢的，衣服也一样，有的人喜欢穿这种颜色，有的人喜欢穿那种颜色，那你常常穿的就表示你喜欢的，你吃的一样嘛。可以给你挑，当然你吃你喜欢的，那你常常吃的就是你喜欢吃的，那都是这样。所以围绕在我们周遭的就是我们所喜欢的境界。那大部分人啊，比如说十个有三个可能你不能决定嘛，有些你不能决定啊，比如像你工作，你会挑你喜欢的工作，但是有时候你不能挑。那你有些做的事是你不喜欢做的，但是你还必得要做。那这个就会起嗔心，那一样是畏着，嗔心一样是畏着，但是就是
大部分你都会挑你喜欢的，但是不管喜欢不喜欢，它都是一种染着现象。你很不喜欢，你很喜欢，它都是心直取那个，一样都是直取。那所以这个爱着境界，爱着自我，但是爱着境界是为了爱着自我，因为你只是要让你自己有那种好的感受，所以你希望你所拥有的，不管你吃的、你听的、你闻的、你受用的、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，你当然都要弄得是你自己看起来舒服的嘛，都是这样子的嘛。所以爱着自我、爱着境界，我们叫做自体爱跟境界爱，或是我所爱，我爱我所爱，就是讲这个。这时候已经以主动的姿态对生命与城市倾向爱恋而做不得主，你看起来好像都一切都你在做主，哦，我要这种颜色的，我要这种衣服，我要这辆车子，我要这种房子，我要这种，我要这种，好像都是你在主宰的，你在做主的，其实你已经被境界绑住，做不得主，你没有这个不行，因为久了久了，你没有它不行。你吃这种吃习惯了，我再吃其他的就不习惯了。吃这种好的习惯了，吃这种不好的就不习惯了。看起来好像你做主，实际上你已经做不了主了。你已经被他控制了。你一个月，比如说你一个月，我做主，我一个月要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，吃一块蛋糕，每天都要下午茶，好像你自己做主，我有钱了。可是吃习惯了，有一天没得吃了，没钱吃了，你就会难过。你被他控制了，那一样，就倾向爱恋而做不得主，因为你已经被他所系服住了。你不能说你已经没有他不行了。一开始是没有，但是希望有，因为有会带给你快乐，所以你就慢慢慢慢。用了很多心力让他拥有，拥有了之后，久了久了你习惯了，你没有他不行，你就起痛苦了。一开始是没有他不会痛苦哦，但是后来你爱恋习惯了，没有他你就苦了。那有了他，你就不苦吗？有时候苦，有时候不苦，因为担心有一天他会离开你，你会离开他，所以一样有这种苦。所以这个时候好像你做主，其实这个时候你爱恋的东西越多，你就越做不得主，你就越做不得主。所以他讲，此后只有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，就是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了，不管那个是什么东西了。那么上面从事的结身说明了身心的开展过程，就是我们这整个身心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？因为所有的苦都来自于这个身心啊，身苦跟心苦啊，有这个生命。我们讲过苦，学佛就是要知苦、离苦。那知苦要知苦因，那才能够把苦彻底斩断，才能到不苦的境界，那就是涅槃。其实就是这样。那苦是由什么开始的？有这个生命开始，就是五蕴生嘛。所以佛法叫做五蕴炽盛。这个身心像火一样在烧，不断不断来烧，因为它有生命终结的一天嘛，烧完就没有了嘛，所以叫五蕴炽盛。这个身心不断在发展，不断在变化，从没有到有，又从有到没有，它不断在变化，好像火在烧。那佛法。也形容，因为贪嗔痴火不断在烧，那因为这样产生种种的苦，老病死，身体的不断在变化，有老有病有死，然后心理不断在变化，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，对于境界的取舍，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，那这样就生老病死，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。这七苦都来自于因为有这个身心，所以加起来总说别说叫八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那学佛就是要对治这个苦而已，
所以所有的法都是从苦开始。那苦，苦因，你不知苦，你哪里会找苦因？你认为没有生病，哪里会找病因？那你认为没有生病，哪里会吃药？哪里会有灭苦之道？那你就没有了。那你实际上是你认为没有苦，其实是有苦，可是你不知道。那所以，这个所有的佛法都是从那苦，我们说过了，苦根结就是烦恼，烦恼的症结就是无明跟贪爱，那无明的症结就是不知无我，所以这里我就会讲到啊，修行要从正得无我做开始，所以菩萨一样般若道、方便道，般若道是正的无生法海，就正缘起、正无我开始。这个才是修行的真开始。那解脱道一样，从见法、见缘起，但见离法，不见有我；但见有法，不见有我，开始修行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开始薄贪真心，然后到正阿的话，念一切苦，一样是从正无我开始。那我们北传的比较从明心里又比较不好，就是从来没有去。修行从来跟无我比较没什么关联，不会连结到无我，不会知道修行是为了证得无我，这一点比较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。那现在我们又要把它拉回来，知道修行的核心就是要证得无我，真正的修行从证得无我开始，证得无我开始。那还没证得无我之前，要不断。去观察诸行无常，啊，从五蕴里面看，从六处里面去看，从缘起里面去看，从六界里面去看。啊，一般来讲，无我的观察，从无常故无我，或是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因为它变化。啊，或是从缘起里面知道无我，或是从六处里面跟尘世里面去了解无我。或是从六界地水火风空四里面去了解无我，因为它就是五蕴六处六界就是身心嘛，从这整个身心的变化去了解无我。那缘起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啊，它是比较整体的说，它也不外乎是身心整个反应，啊，去了解无我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，有空的时候要想一想。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？那好好想这个问题。那我佛法说，你从五蕴想，从六处想，那么从六界去想都可以，从缘起去想，这个生死到底怎么来？我为什么会有生死？我为什么会受苦？苦从哪里来？有时候要常常想这些问题。那我们往底下看，所以啊，他说上面从事的结身说明了身心开展的过程，以及对境而引起内心的活动情况，啊，就是我们的烦恼到底怎么来的，现在要讲这个。因为苦是从业来的，业是从烦恼来的，那我们先不要去管，所以推到最前面就是我到底是什么？那么现在先在前面先讲，烦恼到底怎么来？烦恼到底怎么来？主要的烦恼到底是什么？那么从这里去看，好。那么所以触是认识的，受是情感的，爱以下是意志的活动。那这个其实是西方人讲的知情意、知情意啊。是触认识就是知嘛。受就是情嘛，感受的情感的苦啊乐了，啊，那么爱就是意志，啊，因为有这个触受，你就想要去决定一些什么事，要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，让我这个苦不再苦，让我这个乐可以持续，他就有那种要决定要造作之前的思，就是意志了，啊，我们那叫知前力，知前力，西方哲学都说知前力了。那相当于佛法的受想思啊。好，
那造作了就有业了嘛。所以这个思，如果无印受想行，行是以思心所为主的，那思就是什么？省力决定动发嘛，省力思决定思动发思。那这个就是五蕴的六处里面是触作蕴受想思，五蕴是受想行，那行里面是思心所为主。那唯识里面把这个思啊讲得比较细，省律决定动发，省律思决定思啊，其实就是意志，这里讲的意志作用，动发思，动发思动发什么？动发身口。那灯花生口就造业啊，造生业口业啊，就造业。那造业就感果了，啊，就论生了，啊，就业果业果，就论生。它就是论生感果，就未来就会怎么样，就会有六道，就有开始有生啊，生之后就有什么，啊，就有老病死啊，很简单的，生一定会有老病死。那老病死生到老病死当中一定会有什么啊？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，那这个生就是五蕴身心啊，又无蕴身心啊，不一定无蕴啊，看你生到哪里啊，生为人的时候就有五蕴 啊生到地狱，生到非常非常天就不一定啊，但是基本上就是有这个身心结构啊，就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。那这个是生苦，这个是辛苦啊。那不外乎都是身心的苦嘛，身心的苦。不外乎都是身心的苦。那我们常常要解决身心的苦，啊，你看你这个畜受，受就有苦受嘛。我们常常为了要不受苦，而造很多业，结果受更大的苦。就好像这个人骂我，那我为了让他。因为骂我，我听得很难过，我不高兴，所以我为了让他不骂我，我骂他打他。那么这个动作其实我打他骂他是为了让我不受苦的哦，因为他骂我，我就不高兴了，我感到苦了。那所以我的解决方式就是我打他骂他，那他就不会再骂我，那么我就不受苦了。结果因为打他骂他，那引起。他更生气，然后就烦恼相应，然后他也打你也骂你，然后后来反正就一直哭啊。那有些人就是一时没有办法忍耐，然后就受很残忍的苦，那个就是一直没有控制了。我以前去监狱的时候，那有一个还在看守所还没判刑，那我就问他你是犯什么法禁啊，犯什么罪禁啊？他就说他本来在开一个小吃摊，那有一个人停车哦，停在他的店门前，那你知道他小吃摊就是摆桌子，你停在他们家没办法进出嘛，他就叫他车不要停这里，结果两个人就吵起架来，那这个又不是你的地方，不愿意上这样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他就讲他，然后他讲他，他也不高兴啊，就骂他，那两个人后来就打起来，他身体很魁梧啊，一下就把人家打死，你看，打死了，打死人要被关的，不管怎么样嘛，他判多久了不知道，他在看守所里面，啊，因为我常常去接你，那你看他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，可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解决问题，结果造成更大的问题，结果造成更大的问题。那我们常常都是这种情况，我们是要解决我们的苦的，结果，啊，却造成更大的苦。那么当然，这个所以我爱我所爱，其实谁不爱自己？你挑的东西都是好的啊，你都是要让自己不苦的啊。但是因为这样升起怨浊，那一种自底爱跟境界爱不断的产生，那么久而久之，你生死轮回就不能了。所以都要从克制修行，都要从少欲知足开始。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容易染着的就是五欲，欲界里面的特点，容易染着，染着不到，追求不到，那么就是什么？那么就会升起嗔恨，就像他为什么要去摆摊卖小吃的？要赚钱啊，赚钱做什么？让自己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睡得好，也让他的妻子儿女都住得好，吃得好，睡得好啊，不就这样吗？可是为了要赚钱，那他心里面如果只是懒惰这个，那么别人谁妨碍他赚钱，他就要伤害他。结果因为本来要赚钱，现在关到监狱里面，不但赚不了钱，还要花很多钱请律师，那个钱都赚不了了。那你看，我们基本上也是因为为了满足我们自己，自体爱、境界爱，结果就不断生死，不断生死。那么反而让我们受更多苦，这苦就一直来啊，身心就一直苦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，要从哪里截断？从对贪爱这个地方截断。所以爱是生死的根本，谁要能断了贪爱，谁就能解脱。你只要，所以佛陀有讲，你只要断一法就好，断什么？断贪爱。那么贪爱断了，那么你这个我爱慢慢就会没有。那有一些是从我所爱开始，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，简单朴实，就是可以过，但是不要太追求这种物欲。什么叫物欲？物质的享受，你太追求了。那么基本上看起来好像你拥有它，实际上是它拥有你。你没有它不行，它没有你没关系哎。你好好想这个哦，他没有你没关系，他离开了你没关系，但是你离开他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开始被他所吸引，那从这里控制。所以佛陀出家的就是三衣钵，衣服不能太好，颜色不能太鲜艳，数量不能太多，钵也一样，住的地方没有你固定的啊，没有，吃的也一样啊，那你要脱钵，而且你不能固定到哪一家有钱人那里去脱钵的，因为有钱人给的比较好，不可以。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什么？训练你在基础的这些是你不能没有的嘛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，你要吃啊，要睡啊，要穿衣服啊，要睡觉的地方啊，这个不能没有啊。但是不能没有，但不能太多太好。为什么？你会懒惰，所以他从哪里开始？从你我所爱开始跟你控制。那在家人就什么？受八关斋戒，从我所爱控制。八关斋戒不过就是控制五欲的嘛。前面是杀盗淫妄酒，后面是什么？不歌舞唱戏、唱歌跳舞，这色声香味触啊。那不香花瓣，不香有竹声，不周卧高广大床。这个就是色身香味触啊，就是五欲啊，它就是训练你对这个我所爱不染着，那这个才能解脱啊。所以八关斋戒是在家人受出家法，出家法是什么？离欲清净啊，离什么？离五欲嘛。它就是让你养成习惯，就算还没习惯，至少有这个因嘛。那你慢慢觉得，哎，这种生活蛮好的，那跟你平常追逐无欲那种生活稍微有个比较，无欲好像快乐，但是我这一种离无欲的生活好像心更踏实，更快乐，更自在。真正的快乐是自在，不受它束缚，而不是感官的刺激。无欲是感官的刺激，那你这样感觉到了，哎，我的心没有负担，这是真正的快乐。那无欲是身体跟心执着这个欲，身体感受这个滋味，那么看起来好像比较快乐，而实际上你心没有负担，那种快乐才是真快乐。所以为什么佛陀鼓励在家里要去说八关斋戒，你好好体验什么叫清净，真正的乐是在哪里。那你出家了之后，你依着这种生活慢慢趋向于离境界爱，就是我爱我所爱，慢慢走向那个地方，那你就走向解脱。那
其实是这样子的，修行是这一套理论的。好，我们往底下看，内心有了爱了，爱心的增强就进展到名为取，所以取就是执取，就是念着不舍嘛。那我们念着的基本上不分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心啊，对于过去好的单念不舍，那过去不好的就怨恨不舍，就结怨嘛，啊，那个一直恨恨到现在，啊，对于过去那些美好的一直念着不舍，希望能够再拥有。那对于现在的境界，就色身香味触嘛，那么执取啊，那么你现在的执取也是依于过去的来的，那么你一直对于过去的美好，你一直念着，那么你就会在现在的境界上模仿过去的，或是尽量跟过去的一样，那么一样是执着，那个心执着，你过去就执着了，现在一样执着，就好像你现在。这个人已经不骂你了，他昨天骂你了，可是你对这个境界执取啊，这个人现在已经不骂你了，但是你讨厌那个人的心，认为那个人骂你的心会一直延续到现在，甚至再延续到未来，那对未来的东西你就要追求，追求不舍，那么对现在的境界单恋不舍，那么对过去的境界也是执着啊，就是念着不舍，就是单念，然后对现在的境界你也一样念着，对未来的境界你希望拥有追求，那么你其实不外乎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我们的心，一直生活在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不断不断都在起烦恼，都在执取，都在爱取，不断是这样。你好好想我们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过的，就是之前我们都是怎么过的，那我们的心是不是一直在无明跟贪爱里面，好好想这个问题，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，那很简单啊，就是开始已经知道了，没有办法那么快断了，没有办法，就像我们知道啊，生死的症结在无我，那我们没有那么快就无我，无我就无我了，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无欲无我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念完就无我了，没那么厉害，因为我们有一些障碍，有一些过去的，所以我们要运用一些方法啊，那么把这一些，所以要从我所爱开始，控制我们的六根，先让现在的六根不对六尘，不对五欲起执着。先做这个，因为你一直执着，一直执着，你未来的心只有越来越执着，你过去的心又不舍，未来的心是依现在的心才有未来的嘛，现在的心是依过去的嘛，你先控制现在的，所以叫做谬误根本嘛。那么控制什么？先控制五欲，所以叫做离欲清净嘛。那么你离了五欲，你还不是完全清净哦，但你已经进一步了，进一大步了。因为五欲即使你都没有了，你都调伏住了，那个是欲贪没有了，你还有色贪无色贪，那个更高一层，更维系。但是先要离五欲，你的心才比较会有力量。所以修行要先离五欲，弃五盖，先离五欲。离五欲，我们一般没有办法说离就离嘛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就好像说，哎，那我又不能不吃，我又不能不睡。你要吃，你要睡，但是你不要贪吃贪睡，其实重点就在这里嘛。你可以吃可以睡，你也可以吃好的，但是你不要贪爱贪吃啊，就一直念着吃啊，那么你就一直对这种食物念念不忘，就一定要吃它，不吃它心里面会难过。那个你只要有一法在你的内心里面一直充满。而且没有他，你就很难过。那么你就是被他吸附，你只能有一法，你没有他，你也难过。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佛法。你没有佛法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没有佛法，就是会感受到啊。一般叫做三日不读书，便面目可憎啊。三日
三日不念佛念法念僧就面目可憎。那么你开始觉得佛法可以让我离苦，没有佛法我就一直在苦，所以你可以因为没有佛法而苦，那么这个才是你真正要的，那其他的都可有可无。你要慢慢训练，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心，慢慢训练，要让我自己离苦。因为真的，再过50年后，现在看得到的人都不存在了，去哪里我也不知道，去哪里随缘的念，做什么不知道，看你这一世做什么。因为它是有习惯的，它有业力的，你到时候依你的习惯，依你的业力，依你的信念，然后再有下一生，下一生一样依前生的习惯业力，一样这样。所以你这一生要培养好，你这一生就幸福。你不说幸福不是你拥有很多，而是你不担心失去什么，就是你没有受束缚了，啊，你心里面没有挂碍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这样你才能离一切苦。好，所以他讲啊，这个内心有了爱，爱心增强，啊，就进展到取。那这里讲到取有四取，那四取，好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直取自我叫我与取，那这个就是根源，就是我见的啊，直取自我，我与取。一般的追求无欲叫欲取，那你有我见就有我爱，我爱就有我所爱，我所爱就追求无欲了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宗教与哲学家们不是只取错误的见解见取，就是只取种种无欲的戒条苦行戒进取啊，那这个就是见取戒进取，那总共就是四取，四取就是我与取，这个是根本。那么欲取就只取境界，就自体爱境界爱了。那还有错误的观念，错误的观念邪见，这个是见取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戒进取。这个只是无色界定，你却认为这个是涅槃，非果即果，这个不是涅槃，你却认为这个是涅槃，这样不是解脱，你却认为这样是解脱，非果即果，这样的修行不能达到解脱，你却认为这样的修行可以解脱，这样的修行不能产生智慧，你却认为这样的修行就可以有智慧，非因即因。这苦行外道是非因即因的，啊，那四种，有些人修到这个瑜伽外道，修到这个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处，他就认为这个是四种涅槃，非果即果。那苦行被人解脱，他却认为这样苦到死就解脱了，非因即因。这样的修行不能解脱，你就认为这样的修行可能解脱。这样的境界不是解脱，你就认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解脱。那这个你都没办法，你这两个要先去掉。所以三果的圣者，三果的圣者先断戒进取，先断邪见，然后再来怎么样？不是三果，出果的圣者，那么断身见，身见一断，他就知道开始薄贪嗔痴。所以这里讲到四取。就是你爱取，取就有了，你有这一些，你就有什么，你就有生死。那重点是我与取的，就是我见。好，那我见断了，是不是就没生死？还有，我见断了，我见又有两种，一种是分别我见，一种是根本我见。那分别我见断了，那么还有生死，但是一定决定要出生死。最多7次出果断身见，就是我与取断身见，他决定出生死。那么他已经抓到目标了，已经找到那个苦因了，也从这个苦因下手了。树已经挖起来了，树叶它还会长哦，因为它还有养分嘛，但是不会长太久，一定会死。那我们生死之树连根拔起来，但是之前累积的养分还在树干里面，所以它还会再长出新的叶子。但长不久，
所以出国的圣者最多七次，他就要解脱。恶果两次，三果一次，他就要解脱。啊，所以我们把这段看完。那么，这是从爱染生命与尘世，进而做思想或行为的取着，造成世间一切苦难的结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好，大家合掌合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各位请起立。